各位先进，我们准备要开会。好，那就请大家就坐。我们等民众挡一下，民众在路上。啊！我个卡，我个跌落去啦，跌落去，讲跌落去。是吧？来，来，好，各位先进，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协商会议。那今天协商的议题就是继续研商11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预算部分。那我。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就是外交国防的部分了、外交国防委员会的部分。那因为
民众党代表还没有到，不过我们前面的哈，应该啊、都是他的案文是暂保留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案吧。好，好，好，那啊、在这里我先介绍现在啊、与会列席的哈啊，首先介绍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先生，再来介绍行政院主计长啊、这个朱卓炳先生，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外交部主管哈，外交部管。那首先看第一案，第一案这个增列500万，有没有意见？同意。同意。同意。好，那就通过。第二案增列3000万，改300好不好？不行，3000，哎。你话少讲一点就很快了，我们就希望这样快，好不好？我这样讲话也不行吗？可以可以，我改300单词吗？我是哑巴的，我跟你恳求拜托了、不行啊，你妈差不多，这最的麻烦恳求拜托，不是用这种口气了，好不好？多好不好？拜托不是用恐吓的方式来，口气来。我改300好不好？用什么口气保住好？300不行了，300不行，1000好不好？好，1000，那就1000。好，好了，好 ，OK。好，又没有了，又没有了，真的。啊、增列1000，第二案增列1000，好，那没有意见通过。第三案没有意见，增列500，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遵照办理。好，没有好，这个第三案增列500万就通过。那第四案并通案办理，第五案并通案办理。院长，我们第五案有意见了，啊，有意见了。这虽然是通案了，但是外交部状况特别多。那我们这样要保留，要来讲。保留 ，OK 好。好，第五案保留，明确。第六案并通案办理，好。第七案撤案，好。第八案并通案办理，第九案通案办理，第十案并通案办理，第十一案并通案办理，第十二案改组决议，没有意见的话就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第十三案减列20%及冻结10%，一起改决，就是说一样，一起改组决议嘛。没有了，没有，这不一样的委员嘛。对啊，不一样委员，不一样的委员。改的部分在弄个。不一样的委员处理不一样嘛，这个不能这样子了。我们改的部分再出一张组决议嘛，就弄另外一个组决议嘛，好不好？而且内容不大一样。先保留好了，好吧？先保留。保留。第十三案保留，十四案就是因为民众党还没到，我们就先保留哈。好，十五案冻结1%，有没有意见？主席，那个我要说明一下这个案子哈。我们先处理啊，都给说明了，没有问题的。这个案子很严重哈，时代力量认为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外交部驻外人员的对驻外人员的掌握度哈，实在是不够哈，所以我们才从媒体哈看到，就是他已经退休啊，然后又有这个尼加拉瓜的国籍，所以这个事件呢，凸显我们外交部哈一定要对于相关的制度面哈一定要来好好的做研议哈。所以我们只有动很少哈，我们只有动14万哈，也就是希望外交部针对这个法制面的这个制度拟定哈研议相关的这个报告哈，给我们就可以解冻。好，院长，那请外交部来支持。好，公耍的对，好的。好，就这样。好，就这样，好了，14万15万哈。都是有关于您家花那大吴金木的事情嘛，那个在这里哈十几案，我们并在一起就处理了嘛，凡是有关的都并在一起处理。不要并在一起了，一个人处理很快了，这很快。同样一个人，都吴金木，他不回来，然后他项目钱不一样嘛，啊，如果是一样的钱可以并，我没有意见，但是一样的。不一样的钱你就不能够并嘛？怎么不一样钱可以并？都是同样的事情。这里的科目是不一样。不一样啊，这钱不一样。15万就是一样嘛。一个75亿，一个1亿，怎么不一样呢？你马后啊，都是在这个
整个一般行政向下嘛。你不要，那你跟那这样子，干脆外交部表一个就好，表个案子就好了，通知外交部底下。是这样，我建议一下，是不是病的给就到一半的？不要不要不要，没有这个样。不要了，好，那全部保留，当然全保留，没有这样子，全部保留。这钱不一样，认真在做一样的钱，全部改一个主席啊，没有给，不要不要，不行不行，不要怎么就表决了，怎么样？这十四案要严议啊，哎你，安尼就先和刘淑芳委员讲，伊都这样给他。是，因为我们对14、15案是民众跟那个时代力量，我是建议人员维持在人员费用上面有一定的行政程序，能够不删就不要删。好，那当然14案，等一下民众党会再讲一下理由，他们已经改成是书面报告嘛，哈，所以时代力量是不是也是考虑一下？民众党这我们也是冻结书面报告嘛，好，你的相关法制书面报告，那就加书面报告那个。那个民众党哈，现在呢，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民众党部第十四案有把保留下来，嘿，那现在这个张委员你要讲啊，我简单说明一下，谢谢院长。对，十四案我们还是这边比较坚持，就是说如果不能按照这个的话，我们就保留，好不好？保留吧，保留。十四案是保留的，因为我们15案是希望不要保留了，我们希望通过了哈。那因为两岸的那个内容一样，但是动的题目不一样。好，我们然后部长没事啊，来我来，部长也同意，让他讲完就换你来。好，谢谢。来讲完，觉得审查预算了，来总长，不要这个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了。平常讲，尼加拉瓜前大使这个事情不严重吗？严重啊！当然非常严重。外交部长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外交部长还好好的坐在那里，大言不惭的想一些话。他当部长三年了，三年多，断了六个国家，断了这个国家大使又等于说叛逃了。外交部一点意见都没有，还好意思坐在那里？那怎么办？这个执政还在护航，怎么办？怎么办？害人的怎么办？那就是，那你就，那你就急了嘛？我主语不要占大小声嘛，对吧？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啊？我讲话不可以啊？我没有反对讲话，那你看说一下重点。我要发言，难道不可以啊？可以，那当然是。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好，请大家冷静，冷静哈，请大家冷静哈。那你不是主席啊，你不要讲话，你尊重一下院长吧。院长才是就好了啊，好不好？不，嘿，我们的案子全部保留。好，把大家冷静了，冷静了。那个好，来，来院长。好了，赖委员，这两个案子啊，请老柯你仔细看，这两个案子是有够客气耶。没有删一毛钱，都是冻结，等于冻结结果就是交个报告而已。冻结有没有意见呢、啊？你都有意见，你们都有意见呢、啊。然后，我接着费委员就说讲的。你讲什么？反正这个。我想问你，不要插嘴嘛！你大概都插人家嘴。还公耍了，还公耍。拜托你，你也不是主席啊，不是。我要强调的是说哈，外交部长任内断了六个国家，还厚颜无耻的继续坐那位置，然后协商预算找一个副市长。来跟我们协商预算，这什么跟什么、啊，这么骄傲？你的对口是党团主任，不要再吵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是吗？到我办公室一样，到办公室一样，到我办公室找个市长来跟我协商，市长也不来，部长也不来。今晚就办公室，就保定解题啊。对，底下这个我就问他，找个乌摊事啊。哎，我就跟你讲一下，为什么可以这么骄傲？国会的秘书都来找我，立委会主委都来找我。我都以礼相待。好了，不要再讲了。没有，你回答一下部长，为什么可以找一个市长来跟我们谈？回到路上了，回答一下。好，我们请部长哈说明一下好了。为什么可以这么骄傲找一个市长来谈预算？为什么？我们的市长有去找你的办公室。市长对啊，对啊，为什么市长？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是市长？你讲回答。好歹其他部都市长以上啊。讲一下好了，我更夸张，找个副参事。找个副市长，我更夸张，是我执政找他来，他还不理我呢。你执政，他不要理你啊？那是你的事。找个副市长，我礼拜一加班来的。46个部会，好，就没人安啊。咱们这家也好不？不，我先讲啊，什么军队叫？刚刚讲，你先讲了。你先讲，没事。
院长，四十六个部会院，没有哪个部会找副参事、找副市长来。我不晓得啦，部长那么大，他早应该下台、欸，他有脸坐在那里？找副市长啊，找副参事啊。可以请他解释，但是不要人身攻击嘛。就有人身攻击吗？其实现在有人身攻击吗？人身攻击吗？有人身攻击吗？部长到现在没有解释啊，到现在没有解释啊。为什么找市长来跟我讲？请主席，请他讲。哎，部长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大，你好歹派个次长来也可以啊？为什么找市长来？你告诉我为什么？好，部长回答一下。副市长找副参事。好，那哪部长？四十六个部会院，只有外交部这么夸张。就这么嚣张？好啊，戴香敏委员。是，谢谢主席。我想今天很难得了哈，大家在这么有限时间，要对于这么重要的预算进行这个协商。那我是也希望部长可以回应哦，像我们高委员提的这个案，也是请司长还是副司长哈，所以这个层级上面，大家到底是要律定还是怎么样？有些重要的部分，当然是部长亲自会来说。可是这个事情，攸关国际，我们自己的外交人员直接在断交未满一个月前哦，然后申请退休之后呢，就加入的这个尼加拉瓜国籍，这个是引起轩然大波。我相信部长自己心里更痛。那是不是这里要清楚说明一下？那再者是这个机密人员的这个定义哦，说还没有回国不算这个机密人员啊等等，这个我相信也不是你们的正统的一个说法。所以是不是在相关要厘清这个更明确之后，大家对于预算的保留或冻结比较好处理了哈？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里不是意气之争嘛，这个国家对外的形象跟尊严，外交人员担任的就是国家整体的一个意向，不可以因为一个个案让我们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所以我建议主席是不是也让部长亲自回应一下，好不好？好，你们司长、副司长来，在层级上我认为是不够尊重。好，我们见哈，现在就请部长说明。但是我有一个拜托，就是让他说明完，我们再发言哈。好，请部长。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那个有关于那个吴金木大使这件事情哈，其实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了哈。那有关于吴金木大使他个人的这个状况，我在这边也跟委员报告哈，这是之前我在委员会里面有做过说明，就是他在前年的时候就要跟我们提出辞呈。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太真的是生病，他那个中耳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保持平衡，会一直跌倒，也没有办法去旅行。那从前年我们一直跟他留到那个去年的选举结束之后才准他辞职了哈。那这个原委是这样子，那他也跟我们报告说他的那个国籍的这个状况是这样子，在他辞职之前没有多久，那个尼加拉瓜的政府就拿一个表格给他填，说这是荣誉国民的这个一个申请表，那他不宜有他，于是他就那个填写了。那之后在断交的第二天给他宣布了，所以以他个人来讲，这个也是被 set up 就被陷害这样子的情形了。但是无论如何，一个退休的大使拿到对方的这个国籍，那尤其是在断交的状况之下，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可容许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外交部这边也在做调整，看看这个法律规定上面是要怎么样来处理最好。那现在还在调整当中。以上报告。哎呀，你没有回答那个、为什么预算是有派市长、副市长来讲一下？是因为没有回答，不能闪了。下次改进好不好？不是，下次没这个事。为什么这么骄傲，可以只派市长、副市长来回答一下？回答一下。好了，请说明。我想那个外交部这边不是骄傲了哈，外交部这边那个事情是很多，其他部分都不多，其他部分事情都不多。我不会公料，那我们就是说以掌握预算最清楚的这个司长为主要的去做说明、做沟通的这个对象，有必要的时候由次长或者是部长亲自出席了哈。那但是我们已经请司长到贵办公室，跟贵办公室的这个主任都已经谈过了，所以没有任何的这种说对委员不敬的这个。当然不敬啊，市长没有来，没有对委员。我再强调一遍，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亲自来，我都好说。委员会成员亲自来，我都好说。外交部长断交六个国家，厚颜无耻坐在这里还这么骄傲，市长都不来，这
少还在碰，至少我讲话。不会，不会，好了，可以的。我讲话，你不要讲话嘛。不会，你讲话，你像顶王辉民主党在顶什么党发言，哪一个讲的了？来，请曾委员，曾次长，部长，你们外交部有没有次长？有没有次长？有啊，有三个次长啊。你要听我讲完，就有次长，但是次长轮流出国，出国回来就是要那个隔离。这段期间几人出国？这段期间几人出国？对，每一个人他们都是需要代理等等的这些状况哦。这段期间几人出国？要去跟委员报告，我们都会非常的乐意，但是必须要找那些对业务掌握最娴熟的人。那其他部位呢？你这讲不是火电全部，其他45个部位变吗？好，我还没讲完。那你不是火电吗？那另外你说吴进木的情况不被允许，那外交部要不要处理？要不要道歉？总要吧。我可以讲话吗？哦，你让我讲完。总要我说。我昨天晚上都没讲话，我留到今天讲什么话可以吧？那你也尊重主席嘛，你要讲话举手哎。我也讲，还没到轮到你啊。总要话不要再去讲，我们赶快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一定要要。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讲，我就留到今天早上讲可以吧？好，大家火气都蛮大的，我们休息五分钟啊。这样吧，我讲一下。就困五分钟。放下其他。啊！没有那个交通要审了，就没有那个交通问题啊！不要再搞这个，没有时间的。哪里沟通嘛？不要再搞这个。你烧钱我就快的啦，你烧钱我就快的啦。没有那个我烧钱我就快，我在这里看你骂我嘛。你烧钱你烧钱就快。好好讲，不要不要火气过来。跟你讲，哎，休困节啊，休困节。啊，休困节好每一个部会都很忙，每一个部都很重要。为什么外交部这么骄傲，市长不来？外交部跳过去啊？凭什么外交部可以这样？外交部跳过去，跳下去了。啊！外交部跳过去，跳过去，我跳过去不审了，拒审。国民党的全部外交部，我们拒审外交部的预算。好，跳过去还是要回来？全部选完了，再来选外交部了。你现在是休息了吗？还没有通过吧？休息了吗？我是觉得大家已经有限时间，疫情也严重，是不是？大家还是面对政治上，部长是要先致歉还怎么样？然后处理就是部长拿去成立嘛，到现在我们才这么骄傲。要修的，包括退休人员返国这件事情的办法在哪里？是不是现在处理一下，把大家的情绪降下来？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花这种时间哦，让大家在这里虚耗啦。不能先审别人，不够分钟哦。给你一份报告哈，给你一份报告。我一直等不答案说，为什么外交部都一直出国？我也不相信你们的这段时间，为什么只派市长来？你怎么要回答我问题呀、啊？他回答问题，我就没关系，我没审。没有回答问题，还骄傲的在那这样子啊？因为高高在上，是因为蔡英文支持他，都安内啊。差不多了，可以了。那个国家下台可以不？那个国家断交可以不下台？还坐在那里还这么骄傲？那是吧？还这么骄傲？刚好就好了。等等嘛，刚好就好了。等等嘛，你说错话了。外交部跳过去啊！外交部跳过去啊！我们那个外交部跳过去，先不要审，外交部先不要审，因为他答案我不满意啊。等一下，来一个国务的，不会，外交部先调回去，外交部先调回去。好，调过去。不是，不审了，拒审了，拒审。那就慢慢来。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么骄傲。本来就是要杯葛了。没有杯葛，没有杯葛。那些又可能。那叫外交部先回会啊，63秒。要讲清楚啊！你为什么只派市长来啊？讲清楚啊！我讲清楚，为什么只派市长来啊？对，那你可不可以当第二第二？你当然是这样买公委吧？可以讲话了吧？可以啊。哎，国防委会了，调过去了，调过去了。可以啊，国防先生。调过去，调过去。民众们都讲话，大家冷静一下嘛，啊。严谨些。调过去，调过去了。严谨的。调过去，调过去。他等一下国防部来，又不满意要调过去，那是怎么调下去啊？你不满意？国防部很满意，国防部很满意，市长来沟通好几次，我们很满意，很满意，没问题。
理委托。对啊，外交部就有市长来，到现在为止没有解释。啊，不然不浪费时间。对，对啊。其他部会至少说市长来了，市长来了，像这样才办法。人家市长、国防部次长来了多少次？国防部参谋长啊，什么长都会都来了。这个我们就绝对是尊重了。外交部太三个次长根本没出国啊，根本没出国。那个院长没有跳过去，我们不审哦。好了，你真的、哦，你没有跳过去，我们不审。哎，我真的。院长哈，这样子哈，本党团呢，那个看法应该是一致哈。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个成绩表现平平，然后面对国会议员争取预算，非常的骄傲啊。这个我就觉得他的预算呢、啊，我在今天上午我们审不下去，好吧？请他这个下一轮再来吧。我们乐于先审国防部的，哎，觉得很好，觉得很顺。外交部先请回吧。这个大家稍微知道了，找市代表才会这样了。到晚一点，就大家比较心平气和，这样来。剩下时间有限啊，啊骂的差不多了，该骂也要适可而止啊。部长，我讲了一下，部长也讲了嘛，对吧？有一点，吴金木有点被设计啊。不管怎样，这已经发生了事实嘛。我们应该讲说，外交部以后如何去。好、哦，改善检讨这个事情，总是这个是必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有关于市长没有到贵人办公室的话，下次改进就好了吧？我们就他讲得很清楚嘛。不是只有这样，柯总召。我告诉你，你说哈、哦，也有军方将领一退的时候，到大陆去说国军是共军嘛，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这属于。他言论自由啊，这个事实发生，我们如果谋求改进，这个比较重要。啊，我知道这个外交部是你们必须攻击的重大目标吧？我到现在今天来自于心里有底嘛。啊，马后的差不多，暗当哈，那一直言论言论羞辱啊。我像上次就是说这个界限大家稍微画一下嘛，我知道你的立场就好了。那所谓外交部跳过去的啊，你会保证等一下你们都不会跳来跳去吗？柯总召，这个外交部不是说要报告预算而已。大家心平气和，好好谈哦。我们心平气和讲，他那个我们外交部保留在后面一点没有关系。等来你要干嘛？马上对，叫驻日代表来，永远都不来，这是什么意思？不要说用董事长绑架啊！数值时间是有限的啊，好不好？这个时间没关系，好不好？好，好外交部。当然，我也没有说完全做不好，立陶宛那边做不错。我们还有断交那么多国家，驻日代表怎么从来不来那个立法院？国军高级将领都从来就不来，部长都指挥不动吗？国军是国军，那部长要下台吗？这个没有办法，这言论自由部分嘛。驻日代表叫他来好几趟，没有来过一趟，对不对？这边够吗？自由部分嘛，不是我们吗？委员会的高委哈，那暂停说这个驻日代表，驻日代表都有很多的问题。好，现在你说驻日。安娜，没好阿公嘛？同意了吧？现在哈，在不要紧了，不要再讲话了。那我继续讲哦。其实要讲完才是要，大家有共识嘛？没有共识，你想吗？那跳下去就跳下去啊！那啊，现在让他不行，我怎么相信？他是招委，给他讲一下话。把电话马一讲，啊，明天啊，你跟他说。我刚今天这个问题哈，不是说今天只有尼加拉瓜大使啊，他的这个问题啊，一共多少？一共外交多少？真我怎么说？怎么没有好了？现在哈，你说啊，你有办法一点吗？把六阿公耍了，好阿公耍了。现在啊，不是只是这个尼加拉瓜大使，那我们可不可以等外交部要在审预算的时候再一起谈嘛？
没有，因为没有，因为他是国，他是他招委，他招委，你讲话你不要插嘴啊！说好不只是对外讲，啊、大家对外也要对外啊，维持邦交关系不利啦哈，对内控制有问题。尼加拉瓜大使这一部分呐、啊，其实这一个会期的外交委员会出现了很多状况，这个部分啊，我们在譬如说是先是哈、啊、这个驻德代表谢长廷谢志伟屡次发言啊。惹出国内相当多的争议，然后呢，我们外交委员会这边啊，两次啊都要求说谢志伟大使要回来台湾来接受备询啊，可是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理由啊都不来，讲到最后呢，还是不知道他这段时间为什么不来。更严重的，后来啊，在驻日代表谢长廷，我们那时候本来就希望他能够回来，上会期就希望他能够回来做报告、做说明。这个会期呢，我们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结果呢，他现在后来自己回来了，自己回来了以后呢，我们还两次发函要求谢长廷大使来跟我们做说明，尤其是说明日本福岛五县市食品的进口问题。结果呢，都托辞借口不来。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说哈，是谢志伟大使，或者说谢长廷大使他们的问题。外交部长吴部长他也是督责不力，自己本身的部署既然都管不住，这几个驻外代表既然都比部长还要大，我们在外委会为之气节。所以你这个东西不管是对外啊维持国家邦交不利，我们已经是不要说这个我们断交了八个邦交国，我们还退出了两个国际关系。这几年蔡政府外交成绩已经是十比零，哎，一个邦交关系都没有拉回来，一个国际组织都没有加进去。上一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陈水扁政府虽然也断掉了十个邦交国，但是好歹也拿回了四个，陈水扁政府还拿回了四个，他们总共断掉了十个，还拿回了四个，加虽然最后还少了六个。这一次上次是什么？是十比四，这一次呢已经十比零了，才做一半多一点就十比零了。外交部没有责任吗？你对外维护邦交关系不利，对内这个各个驻外的代表都不愿意回来，外交部长也叫不动，相关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说明。现在福岛五县市的食品外界都盛销呈上，即将要开放，可是呢，驻日代表在国内又不肯跟国会说明，不肯跟国人说明，藐视国会，不尊重外委会，不尊重国会，不尊重国人，这些问题难道不重要吗？现在外交委员都讲很久，我们赶快处理程序好不好？好，那个换我。所以现在啊，现在处理，我觉得放到后面第二轮，放到后面再来处理，刚好而已啦。好，我想缓颊一下了哈，就是院长可以讲话吗？我来处理好不好？院长处理了。刚才是休息时间了，你们怎么讲我都无好。刚才是休息时间，现在我要恢复啊，就是我们休息结束要恢复开会，是不是让我来讲几句话？好，好，那大家如果同意，那这样我刚才跟这个柯总召、副总召都有沟通过，那就让外交部我们就先跳过去，让外交部啊去回去休息，我们到后面再请他来，这样好不好？好，好，那现在接下来就换国防部。好，请回，请回，好好。那态度不改也不要来了。对啊，这个难讲了啊，这个不要这样了啊。态度不改也不需要来了。好，那个刘世芳委员他有建议，就是因为换这个练习的换人哈，那喷一下酒精，那边稍微消毒消毒一下。好，好，好，这个可以，这是非常好的，可以接受。嘴巴也消毒一下，好吧？不要这样子，何建平啊，何建平，你要成，你抽一个抽烟嘛，你就慢慢讲了。哪个去抽烟嘛？何建平，你要成口舌之勇，你就慢慢讲嘛，好吧？好，工作人员在不在？举手一下。
来，请那个消毒，就说列席官员座哈，要消毒，我们就赶快处理。